一场始料未及的疫情将人们困在了门里，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你们外卖好了、像一道道门，因为我们知道门里餐桌上不只有食物的味道，还有分享的喜悦。哈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有久违的陪伴。妈，我吃饭呢。吃什么呢？我自己做的，你看，不错吧。有对家乡的思念，还有难得的团圆。吃上肯定凑合啊。送出的每一份食物，为了让每一道门后更有温度。饭团外卖，愿每一顿饭都暖人心间。